欢迎收看台湾十家电视台，我是 Debra， 我是 David， 活着为要敬拜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今天敬拜神了吗？这是一个祷告的时刻，让我们今天以祷告的心来到神的面前，一起敬拜这一位听我们祷告的神。献上我生命给你，我走到你圣洁之地，献上我的生命成为馨香活祭，用新生命充满心，渴望新鲜恩膏降临，在你心意恳切祷告，清楚听你声音，使我成为献上我生命给你，我走到你圣洁之地，献上我的生命成为馨香活祭，用新生命充满我心，用新生命充满我心，渴望新鲜恩膏降临，在你心意恳切祷告，清楚听你声音，使我曾回到高殿圣洁
姊妹，让我们今天就以祷告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敬拜，在这一个充满动荡不安的时刻，求主使用我们，求主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成为祷告的殿，兴起更多的人一起付上祷告的代价，让各地的百姓都能够一起回拐来归向这一位真神。让我们一起祷告，祷告，祷告，到直到我们看到复兴的来到。让我们一起来成为祷告的殿。我献上我生命给你，我走到你圣洁之地，献上我的生命。我献上我生命给你，我献上我生命给你，我走到你圣洁之地，献上我的生命成为馨香火祭，用新生命充满我心，用新生命充满我心，渴望新鲜恩膏降临，在你心意恩切祷告，请主听你声音，用新生命充满我心，用新生命充满我心。是我。
圣洁的高地点，让各方各处都聚集来敬拜，是求你主啊，使我成为，使我成为。是的，主，让各国各邦都聚集一起祷告，来寻求你的面，让各方各国都聚集一起来敬拜荣耀你的至圣尊名。主，这是我们祷告与敬拜的一个时刻。你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告诉我们，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声音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各处必有饥荒、地震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耶稣所说的这一句话，是不是就是你我所生长、生存的这一个世代所发生的事呢？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，
一句一句，个个都活生生的应验了，并且我们正在经历这样子的一个时代。让我们不轻忽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，他对我们所说的话就预先告诉我们，在幕后灾难的起头的时候会遇见的就是这一些事情。但他也给我们一个盼望的话，他告诉我们，唯有忍耐到底的他必要得救，唯有忍耐到底的他必要得救。你要相信耶稣，相信耶稣的话，相信他赐给你赐给我的是他给我们那个永恒的救恩，是永远到永远那不变的救恩。我们一起来敬拜这一位永远的神。每滴眼泪你看见了，每个呼求你听见了，神啊，成就这土地的百姓，将他们从黑暗中举起，每个灵魂你不放弃，主你百姓你守约定，神啊，医治这土地的百姓，使他们得到永恒的救恩。每滴眼泪你看见了，求你听见了，神啊，拯救这土地的百姓，将他们从黑暗中举起，每个灵魂你不放弃，守约定，神啊，医治这土地的百姓，使他们得到永恒的救恩。每滴眼泪你看见了，每个呼求你听见了，神啊，拯救这土地的百姓，将他们从黑暗中举起，每个灵魂你不放弃，主你百姓你守约定，神啊，医治这土地的百姓，使他们得到永恒的救恩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在录制这一集节目的时候，正是我们遇见乌俄之战的时候，因此这首诗歌特别的感动了。当我们看到所有新闻的媒体播报着所有的百姓
军人、士兵面对伤亡，每一个家庭的破碎，被撕裂的心肠，并且看见每一个人在逃亡的时候，一面哭，一面失去他们人生的盼望，甚至他们可能失去他们的家人，失去他们的孩子，失去他们的父母，他们只是不断的逃亡，不断的逃亡，他们不知道他们将往哪里去，逃着逃的哪里才是他们的平安之所呢？哪里才是有荣耀他们居住的地方呢？甚至在逃亡的时候，有可能就失去了他们自己的生命。到底有谁能够体会这样子的惧怕呢？有谁能够感受到那个在战争当中那个百姓那些人民的痛苦呢？唯有经历这一些事情的人，此时此刻我们能够为他做什么呢？我们只能够为他们祷告，祷告，祷告，求神来止住这个战争吧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愿意，让我们举起我们祷告的心，我们来为这地祷告，我们来为乌俄之战来祷告，我们来敬拜，求神降下他止住灾难的帮助临到这个地方来。每滴眼泪你看见了，每个呼求你听见，每滴眼泪你看见了，主啊，每个呼求我相信你听见了，神啊，求你拯救这地的百姓，将他们从黑暗中举起。每个灵魂
主你不放弃，那是属于你的百姓。主，我相信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。主啊，拯救你的百姓，医治这土地的每一个人，让他们都得到那个永恒的救恩。主，求你此时此刻听我们为乌俄之战的百姓在你面前的祷告，在你面前的敬拜。当我们听到在尸体当中有人是跪着正在祷告的时候，他丧失了他的生命的时候，主，我相信人的心是破碎的。我相信你必要接受这样的祷告，这样敬拜的人在死伤的时候，他的灵魂是被你拯救的。主啊，当我们众人在这里祷告，在这里敬拜的时候，求主伸出你慈爱大能的手来止住这战争，
谢谢耶稣，我相信你听见了，我相信你必成就这事。谢谢我的救主，谢谢所有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跟着我们一起在这里祷告，跟着我们一起在这里敬拜。愿主听见你的祷告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你的收看，拜拜。